听故事，品历史，这里是历史影像机，我是宁哥。在长达5000年的中国历史长河里，中华大地先后出现了数个大一统的王朝。但如果说哪个朝代有着中国历史上最完美的领土疆域，我认为是1820年的清朝。当然，有些人并不认可这个观点，我们可以通过详细的比对来论证这个结论。虽然嬴政灭六国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国家，但由于秦朝的国土面积只有340万平方公里，所以被排除在外。因此，我们先从西汉论起。西汉是建立在秦朝之上的又一个大一统王朝，因此刚建立的西汉的领土大致与秦朝相当，而他最后能将西域纳入中国版图，得益于汉武帝的开疆扩土，而张骞出使西域，开辟了持续2000多年之久的丝绸之路。西汉鼎盛时期的国土疆域达到了609万平方公里，大致是秦朝的两倍。在此后1000多年的时间里，没有一个朝代的疆域超过西汉，直到唐太宗的出现。在唐太宗的领导之下，唐朝把突厥的故土收为己有，设安北都护府。而就算是远在如今中亚地区的咸海和伊朗东部，也被纳入了中国版图。唐朝国土疆域的鼎盛时期达到了1237万平方公里，比现在的中国大得多。可惜的是，唐朝如此辽阔的国土却没有包括青藏高原和东北北部地区。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，其国土疆域鼎盛时期达到1372万平方公里，如果往北延伸至北冰洋，则更是2267万平方公里。明朝的版图虽然继承于元朝，但明朝鼎盛时期的国土疆域并没有包括蒙古。清朝虽然自1840年后领土不断缩水，但到其灭亡时仍然控制着113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。而在极盛时期，清朝的国土疆域达到了1316万平方公里。在这广阔的国土里，就包括自唐朝以来就失去的新疆，是除了新中国之外唯一同时拥有新疆、西藏、蒙古、东北的朝代。1820年的清朝，国土疆域东至库页岛，东北与俄罗斯分界于额尔古纳河、格尔毕奇河与外兴安岭，正北抵贝加尔湖南岸，西达巴尔克什湖，南边包含今天的曾母暗沙等南沙群岛，可以说是中国版图的最大集成者，北边拥有了更大的纵深。如此完美的领土疆域，新疆则多出一个塞外江南，因为巴尔克什湖在手，淡水资源将得到很好的补充。而达 41.3 万平方千米的巴尔克什湖流域面积，不是荒漠地带能媲美的。综上所述，我认为1820年的清朝有着中国历史上最完美的领土疆域，而不是其他朝代。你认为呢？